咦，点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错过咗 My Radio 嘅直播节目嘅？我明明已经订阅咗 YouTube My Radio 嘅频道噶咯。梗系啦，嗱，订阅完 My 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咧，你仲需要揿埋隔篱个钟仔嘅，再选择全部，咁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节目咧，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啦。咁样就一定唔会错过 My Radio 喺 YouTube 频道嘅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仲有一样嘢，千祈唔好唔记得喎。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交节目月费嚟之前 My Radio 啊嘛。而家除咗经 PayPal， 仲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嚟交月费添。好，欢迎嚟到新嚟讲电影同埋 Sci-Fi 全面睇啊！嗱，呢个礼拜我哋又有阿 Mike， 咁啊，点解要揾阿 Mike 咧？因为咧，当好多人都嗌晒话买唔到飞啊！香港又上不到畫之際呢阿咪哥已經看了兩次一個禮拜看了兩次了已經、啊、我呢就剛剛看完就剛剛回來的、啊、這樣那阿咪那啊交交個波給你想你講一下你那邊的情況你都是在洛杉磯的 Acadia 看嗎我在 Acadia 我兩場都在 Acadia 看的第一呢就是、星期三晚的杜比版咁就敷晒係完全敷晒我、哦、你見到我嗰日都係 send 咗張相出嚟呢個場係滿晒嘅即係連樓下嗰啲其實我坐嗰個位呢就係、是、雙層位對落嘅第一行咁嗰個位其實唔差嘅好前㗎喎係我前邊仲有兩排所以我係尾三嗰排嚟嘅咁咪前頭第三排嚟嘅 OK其實那個觀感不錯的因為它是闊銀幕即是你在下低同埋你唔好唔記得喎張凳是打斜瞓喎即是你完全挨後嗱講一講俾香港朋友知啊嗱杜比版嗰啲戲院呢就係咁嘅兩邊入去一入就兩邊入去入到去之後呢咁樣呢點解會雙殘位會喺中間呢就因為你入到去之後呢就唔係第一行又唔係最後嗰行嚟嘅佢喺中間嘅咁咧，头嗰几行咧，你仲要入到去间戏院之后咧，再斜落去行落去嘅。咁跟住咧，其他嗰啲行数咧就要行上去嘅。吓，咁变咗咧，大概第四、第五行左右咧，就系、是、伤残位嗰啲轮椅位嚟嘅。吓，吓。咁你至于你讲话斜咧，嗰啲杜比版嘅戏院嗰啲凳咧，斜度系有唔同嘅。电动梳化嚟嘅。电动梳化同埋佢系你越前。你越前那些行數呢那個凳的傾斜度呢就越厚的。即譬如說我今天看是最後那行呢那個傾斜度呢你不可以挨一整個人下去的你挨少少的。他教過的他每一行都教過的每一行的傾斜度是不同的。啊、教到呢啱啱你挨到最後的時候呢你都不會被前面那些行數呢阻到你的視線的完全遮不到、啊、他每行都教過的這位、啊、但你第一行呢就可以攤在那張床那樣睡是啊所以他、那個、我看的時候那個畫面的視覺是完全是真的整個畫面來的、啊、即我 眼尾那邊都已經是個畫面來的、嗯是很舒服所以 那排位其實都不差的、啊、我就沒試過坐那麼前我是中間位來的、嗯你是沒得選的情況之下才選了下去還是是啊是得因為後面那些沒有曬嘛、啊、OK 沒有曬所以我唯有、欸、我看到有那我就選了其實我是那時候也都是 miss 了的為什麼呢因為你知道美國、通常是星期四首輪的嘛是、啊、那我星期四星期四晚了、啊、我剛才說星期二他第一場的 IMAX 我 miss 了然之后星期四晚嗰场咧系爆晒，我其实都 miss 咗，冇靓位嘅，完全冇靓位。咁我就拣咗星期五。其实我第一次拣系星期五晚睇嘅。咁拣咗位啦，咁啊正常啦。咁然之后跟住后嚟咧，我心谂，哎呀，都迟咗几日、啊，即系吓嗱，星期二啦、三啦、四啦，你到星期五执输咗，系啦，你迟咗，我迟咗三日睇、啊，咁啊，唉，算啦，星期五睇。咁后屘咧，突然之间咧，唔知做咩失惊无神咧，佢又再 post 咗出嚟咧，喺星期三加长系咪？加长，咁佢就系呢个 AMC Investor 嘅特别场嚟嘅。嗯，咁我就见到有，咁我即刻入去订啦。咁其实嗰阵时都已经系
遲遲地噶啦，咁就揀咗係即係第三排嚇。O、okay. K， 所以我都係遲一日睇嘅。咁但係因為我係揀咗星期五啊嘛，所以我唉、哎、算啦 ，keep 住佢啦，反正都係 A list 嘅，咁咪繼續睇咯。咁所以我睇咗兩場啦。嗱、啊，我都係睇杜比版。嗱、啊，你覺得值唔嗱、啊？如果唔係 A list 啦，俾廿皮啦，值唔值？值唔值啊？值唔值杜比版？嚇，其實都值嘅。都值，其實都值嘅、啊。我解釋俾你聽點解啊？佢嗰、那個聲效咧係好震撼，有幾場啦、啊，有嗱、啊爆炸嗰啲咧，啲凳係真係全部喐曬。咁、我佢本身唔係 4D， 但係佢有嗰個效果，係嗰種震撼咧，係好正嘅。特別係佢爆炸。唔係喺嗰個，即係你講緊水浸呢個葛咸城。唔係 ，sorry， 唔係水浸啊，係喺嗰個 funeral 啊，嗰個葬禮嗰度。哦 ，OK 嚇。葬禮嗰下，嘣一聲，我爆下嗰下咧，嗰下同埋就係、是、追車嗰下，佢嗰、那個嗰、嗯那個那個油車爆咗咧嗰下，哇，好震撼嚇！咁、呢個可以突然間再講啦。係嗱。我就嗱，我頭先咪後同你講過啦，我本來一早就訂咗禮拜五嘅，嚇咁啊，禮拜五我尋日就突然之間有事嚇，咁樣咧，咁我就諗住，唉，呢個禮拜都訂唔到噶啦，咁啊訂下個禮拜，下個週末，咁、下個週末大把位嘅，今日訂嚟講，咁但係後屘心癢癢望一望，啊，睇下博下運氣啦，今日咁樣啦，嗱，我頭先喺個 group 嗰度 send 過俾你睇啦，係全部爆曬。輪椅位都前邊啫嘛，輪椅位都冇咗一半，係得前頭嗰一行，係咪啊？係啊。咁跟住無啦啦有一個喺最後嗰行有一個寡佬位，一個位，我懷疑咧就係啲人可能突然之間 cancel 咗，係啊，一個位得一個位嘅啫。咁我就立咗嗰個位啦，我立埋嗰個位咧就真係冇曬啦，真係冇曬位啦啊！咁同埋咧，我啊過癮嘅，因為我本來最想睇，我唔係想睇朝頭早十一點呢一場。因為我唔中意十一點呢一場，你諗下十一點睇完又餓，咁但係你未睇之前又冇可能食飯，咁唔通你十點開飯咩？係即係嗰啲雞肋時間嚟嘅，係咪啊？即係你諗下十一點嚇，佢又要賣半個鐘頭預告，跟住套戲本身有三個鐘頭，咁你搞完之後，頭先我焗住我十你兩點半啦，兩點半睇完我即刻跳出嚟食咗個拉麵。因為真係肚餓，你早食又未餓，係咪先？你睇完就一定肚餓嚇、啊，你又唔想而家除咗個口罩喺個戲院裏邊食，我又唔想啊嘛嚇、啊。我本來就係想睇呢個三點場，我一開三點場爆曬，跟住七點場又爆曬，即係嗱，我 M 就 M 杜比版啦，咁杜比得一間戲院啦。嗱、啊，如果你唔睇杜比版，你睇平時版，我諗每廿分鐘有一場新噶啦、啊，因為今日。呢、這個影城 AM 全線影城，基本上一半啦、啊，二十間戲，二十個 screen， 二十間戲院裏邊有著咗十間嚟做 Batman， 係嘛？係啊。咁你睇普通版就應該大把都有嘅嚇、啊。你杜比同 IMAX 就比較學士嚇。係、啊。咁好在我係立到呢個十一點呢場啦。咁但係十一點跟住之後食完嘢翻到嚟，而家都嚇四點啦。四點幾啦，係嘛？係啊，係啊，真係冇咗大半日啦。主要係因為套戲三個鐘頭，大佬嚇。你覺得佢需唔需要三個鐘？需唔需要 cut 咧？嗱，我覺得三個鐘又唔係好悶喎。可能我打咗底，我有咗心理準備。嗱，因為我要利益申報先。Batman 嘅戲咧，由我移民美國，應該係咁講，未移民美國，由我喺香港讀書嗰陣時。總之 Michael Keaton 做 Batman 的 Batman 啊 ，Batman Return 啊，啊咁樣，跟住 Batman Forever 我已經嚟咗美國啦。咁咧、一直至到Batman 一直至到 Batman vs Superman 我都有睇。係嗱嗰套咧，我主要就係睇神奇女俠嘅啫。咁但係 Ben Affleck 跟住之後嗰一兩套我就冇睇嘅，因為我唔係好中意，我不嬲就唔中意 Ben Affleck 嚇咁樣樣。咁Christian Bale 咧 ，Christian Bale 我都睇曬，即係你話 Batman Begins 啊、Dark Knight 啊、Dark Knight Rises 睇曬。另外先前George Clooney 嗰四套我睇曬，嗰幾套啦，唔係四套，應該係第三同第四啦嚇 ，Forever 同埋 Batman and Robin 嘅George Clooney 嚇。
我睇就睇晒，但系我唔系好记得啲，唔系好记得啲故仔。嗯，即系我头先同你讲过，烂得好紧要嗰啲角色咧，或者好突出嗰啲角色咧，我就记得嘅吓。譬如话，我嗰阵时连个 spin off， 即系咪一套叫 Catwoman 嘅，我都睇埋噶 ，Harry Berry 嗰套我都睇埋噶吓。咁诶、超级烂片啊！超级烂片诶、但系都系 Batman and Robin 烂啲吓，咁样啊，嗰时仲拍咗好多钱添，揾阿洛舒华重金礼聘佢 ，Mr. Freeze 啊嘛吓，咁我唔系漫画迷啦，咁我只可以用一个吓炮谷片嘅观众角度去入场睇啦。咁我不嬲觉得 Batman 嘅戏咧，就喺屋企睇会瞓着嘅。嗱，对于我嚟讲系会嘅吓，因为首先人诶。你有冇睇Facebook 有個人串即係串呢個 DC 拍 Batman 咧？有睇嗰個 screenshot 咧？就係話人哋 Marvel 拍戲咧，導演就會嗌 light set， 跟住咩 camera 咁樣噶嘛？係啊，DC 拍 Batman 就唔使 light 嘅，就 ready camera 咁樣嘅啫，冇打燈，全部黑掹掹。拍 Marvel 又要打燈嘅，係啦，咁樣咧，我已經即係有個心理準備咧，就覺得 Batman 係有啲悶嘅嚇。咁但係始終嚟講咧，呢一個系列咧，我反而其實你話 DC 呢啲咁嘅英雄電影咧，我反而最中意係 Joker 咧，我係睇咗，我喺戲院睇咗兩次。跟住我而家仲要買埋只Blu-ray， 係，我覺得好好睇。我覺得呢一套 Batman 咧，有啲揭呢個 Batman 有啲揭絲底裡，有啲似 Joker。係冇錯嚇，因為佢係點講咧？因為呢個講緊，我相信呢一個時空咧，係講緊 Batman 都未認識 Robin。嗱，冇噶，冇噶，冇噶，係呢個我想。講少少即係背景，佢背景其實係佢初出道嘅第二年。嗯嗯，佢係有 Year One 嘅動畫，有漫畫，係少少啊，咁佢呢個係第二年嚟嘅，即係仲係好 fresh 啊。嗯嗯，嚇咁同埋佢係即係佢。佢呢個特別嘅地方就在於佢仲係一個好混沌嘅當中啊！即係我覺得佢喺好混沌當中，佢係想係佢嗱，你記唔記得佢初出場嗰陣咧？佢講話佢係邊個啊？佢唔係話我係 I am Batman， 佢唔係，佢話 I'm a Vengeance， 我一個復仇者，係啊復仇者，你會覺得好奇怪喎？咦，咁點解你唔係叫？即系你话俾人听到个 I'm Batman 吓、啊，佢以前 Michael Keaton 嗰阵都系讲 I'm Batman 噶嘛，嗯，嗰个人倒转咗，嗰、那个反倒我以为佢专登玩交嘅，我以为专登玩交吓，佢唔系玩交，动画都系咁噶，即系唔系我意思系你第一集嗰阵佢都系讲啦，都系咁噶 ，I'm Batman 啊嘛 ，Michael Keaton 嗰阵讲 I'm Batman， 佢咪吊起咗嗰个人，嗰、那个人问佢 Who are you 啊嘛，然之后佢就拉佢埋嚟。就讲话 I'm Batman 啊嘛，呢个经典嚟噶嘛，系啦系。咁但系佢呢个唔系、哦，佢系讲话 I'm a Vengeance。所以我问你系咪漫画系咁咧？系咪漫画系咁咧？漫画我冇睇过，冇睇过。Okay、我系咁，但系佢动画系有 Year One 嘅，吓、啊、系好睇嘅动画。佢嗰阵时连衫都冇嘅，即系嗰件制服，即系嗰个 Batman 嗰件衫都冇嘅。即係佢係第二年之後至咩嘅？佢嗰陣時係 Year One， 其實係講緊佢初出道，仲係好 rookie， 即係好初，即係嗰啲咩初心之熟啦。係啦，新手啊，然之後佢同阿 Gordon 建立咗個關係，嗯，即係大家惺惺相惜啦。咁所以點解你睇見啲電影佢寫係 Year Two， 即係佢寫緊嗰個日記嗰陣，佢寫 Year Two 噶嘛？啊，然之後佢同 Gordon。系啦，佢同 Gordon 熟，但系其他警察全部都唔 buy 佢嘅，即系唔中意佢。佢仲去嗰个 crime scene 嗰度咧，即系嗰个案发现场嗰度咧，个个警察系望住佢噶。然之后有一个警察话：，诶、欸，你呢度唔入得嚟嘅。Gordon 又话：，诶、欸，佢同我一齐嚟嘅，跟住放行俾佢入去。然之後佢稱呼佢係咩？係 detective， 所以好明顯佢係致敬翻
当初 Batman 嗰个 title 系叫 Detective 侦探嚟嘅，所以成套片系翻去个原点啊，佢系一个侦探嚟嘅，佢唔系话佢自己系 Batman 吓、啊，所以其实个 title 咧其实应该叫 Detective 嘅，即系我会觉得系会贴合啲，因为成套片根本就系一个侦探片嚟。嗱、啊，我哋头先都讲过啦，呢一套 Batman 嘅拍摄手法好唔同。跟以前不同，佢係好似用一套奇案偵探片包裝成嘅 Batman 咁樣，即係佢差唔多呢個 Batman 好似福爾摩斯咁，嚇，同埋佢抄咗好多嘢噶。你記佢呢套咧，Riddler 佢玩嗰樣嘢咧，猜謎咧，其實就似美國恐懼鬥室嗰個，唔係恐懼鬥室嘅，係咪 Sodia 十二宮 ？Sodia 係啦 ，Sodia 黃道十二宮連環謀殺案。因为呢件事是真真实实发生过的嘛、啊、其实就是玩了这个元素下去的、啊、其实他抄了很多东西的，抄了很多的元素下去在这一套电影上。哦、嗯、我刚才我一看、啊、用个手机、啊、做 live 这样 去 问他、啊、问他的问题、嗯、一看就知道非常恐惧斗室。是啊，一个警察查案咁样样，系啦，吓、咁但系、哦， yeah. 因为你面对一个咁样嘅连环杀手咧，嗰、那个呢、這个 Batman 咧，亦都唔可以话，虽然你话佢系一个 Lucky 啦，但系亦都唔可以话太过临善，所以我觉得佢又有少少好似爆裂刑警咁样样。咁再睇翻啦，即系其实佢嗰、那个嗰阵时嗰个 Batman， 即系最后生呢个 Batman 啦，咁其实个年纪亦都系最后生嘅，因为佢嗰个角色嗰阵时。我相信大概是未到30岁的。咁、啊、今次找这个吸血新世纪这个 Robert Peterson 呢，咁佢都係佢、应该照计都係咁多个 Batman 里面真实年纪最后生嗰个啊，係咪佢拍呢个 Twilight 嘅时候佢都係好后生啫。咁而家应该都係大概20几30岁。嗯哼。但係佢係做呢一个歇斯底里嘅 Batman 呢，因为佢讲到佢呢，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到佢嘅关系，其实 Batman 係有毒瘾。係有毒瘾。咁佢嗰個關係同阿 Catwoman 建立嗰個關係咧，初你記唔記得 Catwoman 係咪喺嗰間酒吧定係嗰個 club 裏邊咧做 waitress 嘅？佢表面係做 waitress， 但係佢實際係 drug dealer 嚟噶嘛？佢販毒噶嘛？佢帶貨噶嘛？嚇帶貨噶嘛？嚇嚇咁嘅樣，咁佢係咁樣係一個導遊同埋一個 drug dealer 嘅關係嚟喎。初嘅時候，咁所以即係你如果咁講，你話呢個 detective 佢係吸開毒嘅。吓、啊、咁样佢咪即系佢咪变咗好爆裂咯？做嘢嘅时候咪成个爆裂刑警咁吓，咁啊变咗有别于以前嗰啲 Batman 系嘛？嗯嗯，系啊系啊系啊，几过瘾嘅呢套嘢吓啊！同埋一开始嗰阵时咧，其实开始睇即系喺呢套戏未上映之前咧，其实我期望系唔系好大，但系后嚟佢越嚟越多嘢，跟住到我睇嗰下咧。嗰下我係開始慢慢係中意咗，即係中意咗，咦吸引喎、哦，好睇喎、哦。我中意佢啲咩咧？佢一開始嗰陣咧，咪喺嗰個即係佢自己一個獨白，然之後嚇、啊，然之後獨白，然之後跟住嗰啲criminal 咧，我一開場嗰時咧嚇、啊，有啲好似啲王家衞嗰啲梁朝偉獨白咁、啊，有咁嘅 feel 啊！開始嗰時嚇佢。啊佢有加咗好多藝術電影嘅元素，去睇落去你唔覺得似一套商業電影，嗯，即係 compare 你之前嗰啲全部唔係商業電影嗰種味嚟嘅，包括 Christopher Nolan 嗰套係商業電影，商業嗰套好商業係，啊，但係呢一套絕對唔似一套商業電影，佢有藝術係包裝喺裏頭，而佢用嗰個通咧好多時都係紅色、黑色，個通係。是表現一種憤怒，表現一種狂暴，同埋咧加上咧佢個配樂咧係相當之好。哦，配樂真係好正啊！如果呢套嘢有 soundtrack， 我會買。嗰啲歌都正啊，啲歌都正嚇。嚇，佢只係嗰四個音係咁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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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m， 但係佢出場嗰下咧，係好有氣勢咯。就係預告嗰四個音啦，預告都係用嗰四個音。佢成首就係得四個音啫嘛。係啦，咁佢就快慢，佢有快有慢，有大聲有細聲到大聲。
咁同埋佢，我最中意，即係其實唔係最中意，即係佢最吸引我就係佢最出場嗰下，喺個火喺個火車嗰度咧，嗰班 gangster 咧，佢咪 bully 嗰、那個嗰、那個Asian 嘅，啊，然之後跟住係突然之間，咦？佢哋停咗喎，聽到有啲聲喎，但係嗰陣時你唔好唔記得喎，嗰啲聲係好細嘅啫，係腳步聲嚟嘅，而嗰個腳步聲係有啲金屬嘅聲音喺度。哦，呢、這個我留意到喎。佢其實嗰個聲音似咩咧？啲牛仔行路嗰陣，佢咪有一個齒輪喺嗰個腳踭嗰度嘅，佢要踢嗰只馬，等佢跑快啲啊嘛。哦，即係整咗個馬蹄，嗰啲牛仔嗰啲牛仔 boot 係嘛？是牛仔 boot 佢后边有个齿轮嘅嘢噶嘛，佢行起上嚟就系有金属嘅声音，由细到大，由远到近，同埋我哋个视觉咧系由黑色慢慢慢慢你睇见个人行紧出嚟，系好有气势。佢加上嗰个配乐，头先嗰四个音咧 ，boom boom boom 一路咁样落去咧，其实嗰种感觉似咩咧？我是觉得像 Darth Vader， 即是你看 Star Wars，他 有一幕呢就是在那个 tunnel 慢慢走过来，你只是看到他把光剑的那种感觉，那种 feel， 还有那种是他想带给你一种是恐惧，一种恐惧的感觉，即是 他初初表达咪影咗嗰幾條嘅嗰幾個 criminal 咧去打劫啊！但係當佢行出嚟，佢見到個咩啊？嗰、那個 bad signal， 然之後佢哋會 emergent 到啲咩 ？Batman， 跟住見到佢望向個暗角嗰度，佢自然生畏啊！係一種 fear， 牛底啊！即係佢一開始頭五分鐘就係、是表達到蝙蝠俠 Batman 嗰一種嘅恐懼。是对 criminal 那种的恐惧。啊、即他是我觉得是他做得即那个那个表达手法。营造个环境啊营造个环境。是啊声音啦那个对白即他那个旁白啦然后跟着个视觉啦全部都 delivery 得到啦。即头五分钟是好正。然后跟着打一来到他咪同同嗰條友咪攞支棍去搏佢嘅，搏蝙蝠俠嘅，跟住之後一嘢就抽低佢，然之後就撳咗喺地下，係咁揼佢喎。係，哇！呢下係即係好 brutal 嘅，係睇見佢嗰種係。所以我咪講話呢一個 Batman 係有啲爆裂啦，有啲精神即係、就是、精神爆裂咁啊。係啦，即係嗰種嘅狂野啊，嗰種嘅暴力啊。即系喺嗰下就已经砰一声，头五分钟已经爆俾你睇咯。嗱，呢一套戏咧，嗰、那个动作场面唔多，但系有动作场面嗰啲位咧，好快噶，打得好快。即系佢快嗰种速度咧，好似啲港式嘅动作片咁样噶，咁快嘅吓。仲有，我想讲一样嘢，你如果有冇留意到咧，佢系即系你梗系一定有打噶啦。吓，但系通常我哋如果睇戏咧打嘅咧，最后梗系打大佬噶啦。但系成套戏系冇打大佬，全部都系打流啦。但系打得嚟系好睇嘅。嗯哼，吓、啊、咁你嗱，譬如你以前，你譬如你对 Joker 也好，你对Riddler 也好，对呢个 Mr. Freeze 也好，喂，全部都系有打嘅，真系打，真打，即系有打，即系打完班流啦，然之后跟住打大佬。即系呢个系定律嚟，即系呢个系荷里活片嘅 pattern 嚟噶。冇错，但系你睇见呢一套咧，全部打嘅系打流拿，冇打大佬。吓、啊、甚至乎都 Riddler， 突然间可以讲个 Riddler， 即系你唔觉得佢系一个大佬 ？Riddler 系一个食叫做高智商嘅罪犯，就唔系一个暴力嘅人嚟噶，即系唔系一个。崇尚暴力嘅，系崇尚暴力，佢系崇尚暴力，但系佢自己算系一种智慧型罪犯啦，系，但系佢肌肉型罪犯，但系佢冇反抗，吓喺个咖啡室里头坐低，喺度饮杯咖啡，然之后成班差佬围佢都系好镇定，即系冇打冇剩，佢系差佬拉佢，唔系 Batman 拉佢，嗯嗯，系啊系。即系呢、這个呢下呢下系
点讲啊？同以前睇开到最后要打大佬是完全不是那样嘢，当然是最后是有一个 crisis， 即是有一个危机，咁佢去解决，咁但是不是打大佬咯，吓、嗯，即系成个模式都不同晒，但是是拍得好睇，真的好睇。嗱，阿 Mike， 你觉不觉得呢套戏其实佢背后有啲嘢想讲，即系有讲呢、這个首先佢即系表到明，表明啦，就讲呢个反贪污啊，即系呢个类似 Joker 咁对个社会系好大嘅控诉吓。你睇完之后你 get 到啲乜嘢？嗱，我睇见系咩咧？即系反腐败啊，类似系咁吓。腐败就必然噶啦。吓 Batman 其实套漫画好，不嬲都系话政府系好多呢啲咁嘅 corruption， 呢啲咁嘅腐败。佢将所有嘢集中喺 Gotham City， 哥咸城。所有嘅嘢都其實係人都知道葛咸城就係紐約啦。係啊，係啊，因為佢一句直頭講到話我要上 uptown 啦，咁你仲唔係紐約？葛咸城佢就又講埋出嚟我要上 uptown。係啊，你仲唔係紐約？即係好明顯嘅。咁佢咪喺佢其實當初係講嗱，當初嗱仲有當初嗰個震撼係咩咧？那個市長唔係個選市長嗰個議員啊。嚇！他不是被 Riddler 謀殺了的，是的，是的，那一刻是一个非常之恐怖的气氛。 他在那里讲电话嘛，讲完电话跟着放下电话拧转头，即是他不是拧转头，他是遮住了 Riddler， 他一走开了那个 Riddler 的身影是微微开始看见。哇，很细致，是嗰系非常之有恐怖感嘅、突然之间 Riddler 就喺后边一嘢搏落去，搏完之后再搏多几下，然之后再 set up 一个crime scene， 即系佢要布一个阵啊，吓，即系佢同差佬开始玩游戏啦，佢要布一个阵，唔系杀咗佢就走咁简单，咁开始从埋佢不停咧系。咪有張卡俾 Batman 嘅，即係話俾啲牽子佢嚇。係啦，我今次遊戲對象，我主要係揾 Batman 嚟到玩。所以其中一個原因，點解 Gordon 係可以帶到 Batman 入去？因為佢需要，因為呢個係關鍵人物，佢需要佢喺查案過程裏邊嚇，佢係 key person 嚇。係啦，佢係 key person， 而不停係有人死喎。不停是玩緊呢一樣嘢，所以令到嗰個線係越嚟越點講啊，係吸引咯。係究竟邊個係咩咧？同埋仲有一樣嘢，成套電影咧係冇話俾你聽，究竟呢個 Riddler 係邊個？通常呢啲電影咧，咪身邊有人黐出咁轉，然之後有啲牽屎嘅嚇。係啊，呢個身邊呢個人就係兇手嚟噶啦。但係喺呢套戲裏頭咧，係完全冇。是直至到尾段中尾段后边至拉到那个的 Riddler。至于刚才你讲回话那个古仔那个似纽约啦，其实还有一样东西先，他是想讲话Batman 那个迷茫。他其实一路都在度迷茫，他不知道他自己，同埋佢我睇过另外啲报，即系讲咧话佢本身系冇嗰种同理心，但系自从见到 你所指同理心系即系对于草根阶层嘅同理心，唔系受害人啊。哦、oh, ，OK， 受害人啊。其实如果你睇翻佢嗰个性格，其实只不过佢系即系你话佢系咪公义咧？咁佢只不过就见到有啲人受害，佢帮嗰一啲人，即系将啲坏人打低。但系佢对嗰啲受害者有冇一个同理心咧？即系佢喺性人格人，你头先话咧足球好睇啊嘛。佢喺 Batman 本身个人物性格上，其实都系有一个缺陷喺度。佢有缺陷喺度，佢唔系一个完全人，但系佢系
有一个勇气去面对个恐惧。佢自己喺套戏里头，你都睇见佢同 Alfred 讲，佢话我都唔怕死嘅，系吓、啊，我都唔怕死嘅。甚至乎佢做埋俾你睇添，后尾嗰场戏，佢咪嗰个电缆就嚟掂到个水嗰度咧，吓吓啊，佢真系唔怕死嘅，走埋去，跟住一刀劈落去，啊！即系呢套 Batman 其实好多样嘢咧，其实系因为佢好孤独嘅，佢好孤独。其实佢系即系差唔多系，你话佢唔怕死嘅原因，佢真系孤独到生无可恋。可能其实佢系有心啊，因为佢嗱，其实佢你睇翻佢嗰个性格咧，佢阿仲佢因为佢父母被杀啊嘛，系啊，佢觉得系佢嘅错啊嘛，吓，内疚内疚感吓，佢内疚感重。咁然之後，佢亦都係憎恨呢個罪惡嘅，所以佢覺得啲警察根本做唔到嘢，啲警察收咗錢，佢就做一個替天行道嘅角色。但係佢同一時間，佢唔係一個係即係體恤嗰啲或者係有同理心嗰啲受害者咯。嗯，佢只係純粹係一種。个人的报复，个人的满足，在这套戏是表露无遗的。嗯，啊，那，他，即是他这个，即是我们经常就说，哦，英雄，但是其实他不是英雄。我告诉你，我看过另一个题，即是因为讲得很散，我看到一个观后感是什么呢？他不是选那个，市长的。嗯哼。吓，选个市长，选个市长，个市长后嚟因为嗰个 crisis， 即系嗰个提嗰、那个嗰、那个提拔，爆咗个危机系啦，炸咗就嚟要淹没成个 city 啦。嗰个 Gordon 台湾啊 Mayor。即系嗰个市长，新任市长，个女个市长，个女黑人，啊、喂，女黑人，系啦，系啦，而家喂，而家危险、哦，快啲走、哦。嗱，呢、這个系逻辑上一定叫要员走先噶嘛，但系个女嘅系点做啊？佢话我唔可以走，佢自己挡一枪，自己走去食一枪。唔系，佢唔走，佢唔走，佢话我要即系要带领。即系点样？即系有而家有事啦，我唔可以走先，我要企出嚟。呢、这个就系一个转变啊嘛。呢、这个就系佢哋想要，即系一路以嚟冇嘅市长啊嘛。因为你全部都系嗰啲嗰啲贪污啦，贪污嗰啲啊嘛。甚至乎 Riddler 杀嗰啲人就系呢啲人啊嘛。咁但系佢唔相信呢一个女市长。是一个改变来的嘛，他觉得这个市长都是一样的。同刘合污的。都是同刘合污的。但是你看见在里头他所面对即是他的应变他不是说我走先他不是那样东西我站出来的。他要怎样带大家到这个。即是有腰骨的有腰骨的会成功。是啦。啊、但是 Riddler 那班友那个 mentality 就是说这个都是一个衰人来的嘛。我哋要用暴力嚟到去解決啊嘛，令到啲人改變啊嘛，佢唔中意即系唔中意呢個世，唔中意嗰個體制啊嘛，咁佢就所以就開槍打嗰個 mayor 啊嘛，咁但係你睇翻相對地啊，即係唔係相對地你睇翻後嚟佢中咗槍之後 ，Batman 就出嚟打一場啦，打完出嚟之後咧，跟住他咪救翻嗰個 Mayor 嘅，嚇！你記唔記得佢？因為嗰啲水湧緊落嚟啦，嗰個棚架跌咗落嚟，冧落嚟啦，佢哋啦，冧咗落嚟啦，係啊！佢咪斬咗嗰條電纜，跟住然之後走埋去，咪推開嗰個鐵架，跟住佢咪伸手去想扶佢起嘅。好啦，佢個 Mayor 唔出手。是个细路仔出手，而那个细路仔就是本身那个死了那个 Mayor 的仔来的嘛，是不是？那个细路仔是第一个伸手出去给 Batman 扶、哦，嗯，然后跟着个 Mayor 才慢慢接受，
跟住嗰个镜头咧，就系影住啲人开始帮手带啲人走啦。佢阿 Batman 就揸住嗰个红色嗰个叫咩？嗰个灯啊，嗰个叫咩？嗰个 flash 啊 ，flash 嗰嚿嘢。我唔知嗰个叫咩，但总之就求生嗰啲灯嗰啲咁嘅嘢啦，即系嗰啲闪灯啦吓，系闪灯。然之后个镜头由上望落去，系个个跟住 Batman 喺后边，呢个系一个好英雄嘅表现。但系咧，虽然话就似英雄，但系其实英雄嗰个并唔系 Batman， 而系个市长，因为佢系救后屘佢有一个 speech 就系话，我。是全部人都觉得我们这个城市是不行的了，是 corrupt 的了，但是我们要改变，我们要改变，就是所有人去建重建回那个这个信心和法治，信心那个社会那个法治。那他就是英雄，但是在那个 speech 里头他有没有提过 Batman？ 他没有提过 Batman， 不是因为我相信不是因为他不喜欢 Batman， 即不是喜不喜欢的问题，即是他不是不多谢 Batman， 他多谢 Batman， 即是去救他们 去保护他们，但是这个只是一小部分，真正能够救到他呢是个 Mayor 以后做些什么能够令到那个 society 那些人的改变嘛，那个体制的改变嘛，他就是英雄。即其实这套戏的背后的政治含义的意思是很深远。是啊，这个是可以 apply 到在全世界，即基本上每一个城市里面，是吧？是啊，你可以 apply 在洛杉矶，洛杉矶都很多这些黑警 啊其他城市都是啦，都很多，都很多这些罪犯，很多的黑警，很多的贪污，很多的 corruption， 很多腐败啊。是啊，是啊，那到后来他就Batman National Guard 入咗嚟之后，咁佢咪抱咗个细路，嗰、那个我唔知系咪细路女定系一个后生女，佢咪抱去嗰个救生嗰个吊架嗰度嘅。救生架系啦，救生架嘅，人人系注视紧佢，即系佢系一个即系佢系佢，即系点啊？喺我哋眼中，喺人哋眼中觉得佢系英雄，但喺佢眼中，佢只系我一个有能力嘅普通人。但系我睇完之后，觉得佢其实系想写真正嘅英雄系个 Mayor， 因为佢够胆面对啊嘛，吓去面对真系要解决个中心核心嘅问题啊嘛。Batman 解决嘅只能够系个别嘅问题，而唔系一个核心嘅问题啊嘛。你分析得好啱，因为个 Mayor。所面對的嘢係長遠嘅，正所謂全個世界反貪腐，即係打大老虎啦。打大老虎就係會有一個好沉重嘅代價，通常都冇錯。因為呢個係由上至下嘅腐敗啊嘛，嚇佢而家要改變，即係叫做一尺就捲起千重浪嘅喎，係嘛嚇。咁同埋後嚟Catwoman 咧，Selina 咧。佢咪話上去 uptown 嘅，你頭先講話想 uptown 嘅，佢話不如我哋一齊走啦。佢唔肯走，而之後佢同佢講咩？佢話你唔走，你知道你個下場遲啲係會，即係你啲下場會俾人殺死嘅。嗯，佢冇答佢，佢只話翻喺度。咁佢其實係想，即係因為你佢個 mayor 雖然有咁嘅理想去改變，但係你邊個你有咩能力執行？即係你要有能力執行得到嘅。有些事你是要不是光明正大去執行的，有些是暗地去執行，要有些打手，要有些 dirty job。 那雖然他不是 work for mayor， 但是他会凭他那个有了默契的决断，决断来到去做他觉得应该做的事，嗯，即是他凭他的判断能力，即是打击罪犯，因为那些贪污其实跟罪犯是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啊，甚至乎他今次这套这个电影呢是也都讲了他阿爸的背后的历史，即是家族 的问题嘛，其实都有些黑历史在里面，是的黑历史在里面，是的，
咁佢呢个就好似我如果冇记错动画，其实佢都有讲过呢一样嘢。佢有一套动画，但我唔系好记得系边一套。咁佢系有提过嘅，咁但系就Alfred 系解释咗俾你听咯。其实你阿爸唔系咯，你阿爸系好人咯，只不过佢想保护嘅其实系佢阿妈咯。系啊，因为佢阿妈原来系有精神病，曾经入过嗰间精神病院，而佢唔想个记者报道，所以至搞出咁多件事出嚟啫嘛。吓，即系同埋佢身世吓，系啦，同埋 Riddler 系一个比较可怜嘅人咯。佢亦都系一种，佢系受害者，佢系一个愤世嫉俗嘅人。即系你睇佢其实情况有啲似 Joker， 我觉得佢其实你喺里头各个 villains 本身都系啊，即系点讲啊，系俾人逼出嚟嘅啫嘛。嗱咁睇佢都系一个受害者，其实就系、是、佢都系一个受害者。吓吓，咁但系需唔需要去到呢一步咧？啊，即系你个仇恨可以去到咁深吓，咁、啊、当然。某种程度上来讲，他是想替天行道的，所以他说他亦都很崇拜 Batman 的，所以后来所以为什么有些人是觉得Batman 是始作俑者，因为他的出现而令到有些人模仿他、而发展了另一个 villains，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命题嚟嘅，呢、這个可以讨论。咁 Riddler 就系因为细个所受到嘅伤害，佢大个咗，发觉个社会系咁黑暗，而佢有能力收集到资料，然之后跟住佢突然之间，你唔好唔记得，佢系 Year Two， 即系 Year One 嗰阵，佢见到 Batman 嗰啲嘅行为，佢所做过嘅案、破过嘅案，佢系好。admire， 所以他是一直很期待跟 Batman， 其实他是想做一个判官的角色，就是一个地下判官的角色、啊、他甚至乎见到 Batman 那张跟他说什么，我们可以合作的我们可以一起警恶情奸的，但那种警恶情奸是要杀人咯，但 Batman 你知道他不杀人的嘛，他不用枪，他的他能够企得在树是因为他不杀人嘛，但是打人那些就即是通常差佬拉的，但是他差佬不交给差佬不是打交那些不、哦、打交，即是 他有个特权就是打交、啊、但是不要搞出人命但是不要搞出人命，是的是的，还有不用枪的、啊、那变成来说是这个这个比较即是 extreme 的 case 咯，咁、啊、但系即系Riddler 系好崇拜佢，希望佢同佢一齐、嗯。即系佢做咗咁多嘢，其实系俾你睇，我其实有能力噶。即系我啲警恶情奸系非常之有效嘅，系可以吓到，即系可以吓到，令到好多人民风丧胆嘅。嗯，吓、啊，即系佢系另类嗰种嘅惊恐咯，同 Batman 嗰一种惊恐系有啲唔同啦，吓，嗯，咁即系所即系睇落去，再回想翻，其实有好多嘢喺里头可以发掘得到啦，吓、啊，嗱，我觉得呢一套咧，佢由于系用咗个奇案片去包装，即系或者嗰种拍法啦，吓、嗯啊，所以嗰个追看性系高嘅。嗱、啊，讲翻实际个情况咧，就系、是、我头先全院爆满啦，吓、啊，我冇听到有一个人去厕所喎，三个钟头。即係證明今日呢場嘅觀眾嘅腎功能都唔錯嘅嚇，咁咧嚇，咁咧有冇人拍手啊？零星嘅掌聲係有，到咗最後零星嘅掌聲，就唔係全場拍爛手掌嚇、啊，但係有人少喎、哦，到咗最後咧得少少咁樣嘅，即係你都同我講咗啦，唔係，因為好多人唔係彩蛋嘅，都等到散場，唔係彩蛋係彩蛋，但係路。漏咗一个好大好大嘅玄机喎，系咪一个问号？漏咗一个好大嘅玄机吓，咁 我 get 到系乜嘢嘅？我 get 到系乜嘢嘅吓？咁你 get 到啲系乜嘢啊？足球啦，系咪同足球有关啊？下一集冇关系，冇关系啊？
同 Joker 冇关系。佢后边嗰个咧，其实系到最后有半秒钟 show 俾你睇，系一个 website 嚟。哦、OK， 嗯，系啊，半秒钟啊，I'm serious， 真系啊，啊 ，I'm serious， OK， 我琴晚睇咧，我特登唔好意思啊，唔好学啊，真系存在，真系存在嘅，真系存在啊，真实地存在，吓、啊，其实嗰因为我第一日睇嗰阵咧，我见到系霎一声闪得好快。所以我第二場睇嗰陣咧，我係攞手機用60秒速嚟到去拍嘅、哦，就最後我睇到係一個 website 嚟嘅，係一個咩嘅 website？ 如果呢個 website 係真實的話，咪就係打啲字出嚟咯。哦，咁好玩啊！係，就係、是、打嗰幾隻字出嚟，到最後。no， 佢打咗有一扎嘅，我唔知系 coordinate 啦，定系呢个 IP address 啊。佢 show 咗嘢，即系如果你入你嗰个 website， 你入咗去之后，你佢就会 show 咗有一扎嘅字，似系 IP address， 然之后个底嗰度咧系有一个日期，就系、是、佢上映日期嚟嘅。跟住然之后佢会 jump 咗去另一个 screen， 但系个 screen 咧就好似 loading 紧。但是到 17%， 所以我不知道怎么玩。这个其实是谜语来的。嗯、哇这个谜语是高招。你半秒钟。半秒钟怎么看啊大佬真的。因为 我就是看到他写的 那两个字其实都不怕说了、啊。那两个字其实就是、他写 goodbye 的。啊、goodbye 的问候。goodbye 再收的时候呢、嗯佢系閃咗半秒，仲加咗其他嘢落去，令你睇得唔清楚。哇！真係好驚，我真係好驚。你睇到我睇唔到嘅嘢。唔係我睇唔到係一，我見到係有嘢，但係我唔知係乜嘢嘢。所以我第二場睇嗰陣咧，我係要錄低佢，我仲要用60秒速，係即係我可以慢鏡重播，我只要揾到佢寫嗰個 website 係乜嘢。哇！系啊，咁啊真系估唔到。跟住之后我头先就入去嗰个打，即系照跟嗰个打 website 咧，系有嘢出嘅，系有字出嘅。佢出咗有一扎出咗有一扎嘢，然之后就类有一扎数字，写 IP 乜乜乜，跟住下边有一扎数字，咁佢列咗几行出嚟嘅。到最底咧就出咗有一扎數字，就係、是、一個日期，就佢、是、上都話啦，係佢上映日期。然之後跳去另外一版，但係另外一個版咧就係、是、係寫住 loading， 就 load 到17。咁啊，點解係17咧？17點解會停咗喺度咧？我唔知點解，可能一個零元機嚟，嚇就跟住喺度轉咁。咁我冇理佢啦，我熄咗佢啦。不過喺底下咧，佢係有華納嗰啲咩咩 copyright 啊，唔知嗰啲咁 ad 嗰啲，即系廣告嗰啲，唔知乜乜乜咩 privacy 啊，嗰啲咁嘅嘢。哦、oh. ，咁我唔知佢想玩啲乜啊，咁等其他人 find out 究竟佢想玩啲乜先啦。啊，咁另外，場面，講下場面，場面你有咩場面你中意嘅？我有幾個場面都好中意。嗱，追車嗰度我中意啦。其實有。有一場佢同阿 Catwoman 嗰場有一場咧，我係中意嘅嚇，即係嗰場係類似邊場先？嘴嗰場啦，哦，即係日頭嗰場啦，嚇、啊、嘴嗰場啦嚇。神希喺嗰個，我成日覺得 Catwoman 想擒佢嚇，因為 Batman 本身嗰個係一個好目毒嘅目毒佬嚟。即係所以做 Batman 呢個角色咧，向來咁多個人做 Batman 咧，係唔需要演技。即係唔好話得罪，我覺得做 Batman 係唔需要演技，只需要因為本身都係一個木頭佬，只需要有數據。Batman 本身唔係、啊、Batman， 因為佢著咗套甲，
所以他要扮目睹。但是如果你看、这个有得讲啊，你看回以前这么多角色全部是演什么 Playboy。嗯，中产、啊、他日头他是一个 Play, 不是中产啊。不是中产，是上流社会啊。他是上流社会，不是中产，中产是玩不到这些东西的。男的 他是上流社会、啊、他是一个 playboy 去掩饰他的身份嘛、嗯、但是你最后一套夹呢，你就是一个的、你所讲的目睹的人，但是呢你看见无即是他不是在 funeral 那时候，或者是平时他跟 Alfred 的对答呢、啊、他是一个怎样的性格的人，他是一个很孤独啦，很有怨恨，怨恨很沉，很多嘢很愤世咯，好愤世咯，有少少系啦，屈埋乜屈埋乜埋嘅人，无论佢系着得套夹或者唔着套夹，都系同一个性格，同以前一路以嚟认，即系我哋所认知佢一个 playboy 嘅形象系完全唔同嘅，嗯。是完全不同的，即是这套是跟以前所有的东西全部都不一样、啊、所以就嗯，你等下，你好像镜头熄了，是啊，不是因为刚有电话打入来，哦、oh, ok ok、啊、那还有很多东西是破格了、哦、即是突破了既有的規範，有幾樣東西，譬如舉個例，通常蝙蝠俠會扔蝙蝠鏢，他這套有沒有扔蝙蝠鏢？沒有啊，是啊，沒有蝙蝠鏢的，因為可能是 Year One 嘛，未有，不是 Year Two Year Two 未有 Year Two 來的，但是已經是破格了沒有了，還有他那個蝙蝠車就真的純粹一輛車來的，是，而且很撞得好撞得嘅车，嗱、有冇咩 gadget 喎？未有，因为呢个真系 Batman Begin 嘅 Begin 啊，差唔多系。佢其实都唔算 Begin 嘅，啊，仲有一样，仲有一样最破界系咩咧？哇，我都好 surprise， 就系冇睇到佢阿爸阿妈又再死一次。哦，系。你呢、這個 skip 咗係啦，即係冇死咗之後係啦，冇啊，係啊。你以前睇嗰啲，連 Ben Alfred 都好似有睇到佢阿爸俾阿媽被殺嘅，好似。因為次次 reboot 個 Batman 咧，都要講一次佢嘅身世噶嘛，用好長嘅篇幅噶嘛，係嘛？係啊，佢阿爸佢阿媽有寫字，即係好似蜘蛛俠個 Uncle Ben 死幾多次啊？下下都要 Uncle Ben 死。咁但系呢个佢冇玩翻呢样嘢，系呢个一个聪明嘅做法，系啊，我觉得系好聪明咯，冇玩呢样嘢。因为如果佢系落咗系要用奇案片嘅包装咧，系冇需要讲翻呢个侦探嘅身世咯。其实就系如果你当佢系一个当佢系正如你所讲嘅 detective 嚟讲吓，系啊，即系睇一睇翻啲资料咧，原来呢一套戏啊本来都是 benefit 的，本来都是 benefit 签咗噶啦，同埋做埋监制嘅。后来佢自己唔系佢啊，佢跳船啊，佢跳船啊，佢 drop out 啊，佢唔玩啊。咁跟住咧，嗰、那个导演咧，唔系就重新改过个故仔，重新改过拍法吓，系啊。但系你个版本点啊？我听个版本咧就系话，Ben Affleck 佢系做继续拍 Batman 嘅。是真的、劇本他寫了的、当给个导演看的时候，个导演跟他说这个不适合你拍垃圾不适合你拍这个不适合你拍、但是呢那时候就好像不知道拍其他的，那就这个 project 就搁置了、但是华纳就跟个导演说，他说、如果你想拍回你的版本呢、我们有期望即是你拍翻你个版本嘅，但系要个 timing 时候，咁后嚟就即系 timing 到啦，咁后屘咧就揾翻呢个导演，就你拍翻你嘅 universe 啊、因为呢个同 Ben Affleck 嗰啲咧系另一个 universe 嚟噶嘛，
系啊系啊，因为嗰阵时系想话谂住唔同嘅 timeline 系啊，冇错啦。所以佢嗰阵时就谂住 Ben Affleck 拍就喺希望连落去嗰个 universe 啊嘛。咁但系而家呢个 Batman 咧，同嗰个 universe 咧系完全两样嘢嚟。嗯，吓冇关系噶，所以冇关联，唔会楞落去，唔会楞落去 Ben Affleck 树嘅。因为 Ben Affleck 唔适合拍呢、這、一个，唔系唔适合拍嗰个版本，即系佢睇完之后觉得唔适合。亦都需要一个比较年轻啲嘅 Batman 啦。讲个 timeline 嚟讲，啱唔啱？因为而家呢个版本系个导演自己想拍嘅版本嚟，嗯，老老实实系佢自己想拍，唔系华纳想拍嘅版本。即系仲有就系、是、如果你同即系 Zack Snyder 拍嘅系好黑嘅。他拍呢個都是黑，但是兩種不同的黑，呢種是有一種恐懼感喺度。嗱，問你一句啊，呢一套同呢、這個Christopher Nolan 嗰幾套比較，你點睇？未有呢套之前咧，我一定會答你係 Christopher Nolan 一套。Christopher Nolan 係啊，嗰套嗰 Batman 咧係好睇好多。嗰套裏邊嘅邊集咧？達麗 Joker 嗰集，即係達麗啦嚇。但是是那一集、但他那种是典型、我们认知的 Batman， 但这个是完全一个回到原点，从一个心理学人性的角度看 Batman 是一个有缺陷的人、有弱点的人，他是一个点的一个人。所以你刚才说你喜欢 Joker，你喜歡這個 Batman， 其實就是因為寫了人，他重點是人，人是的，不是他的 gadget， 不是他的 Batmobile、不是他的有錢、即如果你說 Ben Affleck 呢 is a joke、問他什麼 superpower I'm rich， 這個是一個，即 我明白是他是自嘲，他其實是自嘲， 是自嘲，但是你不觉得是很深入啊？是一个很肤浅啊！你明唔明我？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很肤浅啊！即系好似嗰啲咩富二代咁，exactly， 好肤浅。即系你会唔会觉得呢个 Batman 会好好睇啊？定系呢个 Batman 原来佢系有咁嘅心理上嘅缺陷嘅问题？你而個一個人性咁立體嘅人好睇啊！我會覺得呢一套 Robert Pattinson 係做得非常之好嘅嚇。我睇過有啲報道咧，佢之前拍嗰、那個Light Tower 燈塔啊，我未睇上咗畫未嘅，上咗畫落咗畫藝術電影，唔係咁多人睇。OK。但我睇翻啲報道講咧，佢拍呢套片嗰陣咧，佢係飲啲泥水咧，跟住嘔出嚟。啲人話：哇，癲嘅！佢話我要入個狀態裏頭，即係喺個角色啊，佢要入去個角色啊。你睇見你睇見Joker 嗰個演員啊 ，Heath Ledger 啊 ，Heath Ledger 啊。Heath Ledger 定你讲 Joker 里边个 Joker？No， 唔系 Joker， 我讲紧Robert Pattinson。哦，佢做紧同一样嘢，佢就要入个角色啊。系，佢要佢了解到嗰个角色，佢要入个角色，你要演翻出嚟。佢唔对白唔多，但系佢用眼神、用态度嚟到去演戏。同埋咧，今次咧呢、这个 Batman 咧，佢戴住嗰个甲咧，嗰、那个头套咧，佢油黑咗对眼咧，好多时你睇咧，你睇到系咩？系眼白。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我冇留意到。你冇留意啊？因为佢个眼白同埋个眼珠有少少反光，而嗰个牙，即系你黑晒，你好难睇得清楚，但系佢有反映到。显到佢嗰、那个嗰、那个深层态，嗰个当其时嗰个态度，即系点讲啊？即系个心理，个心理状态啦。佢呢个演员系非常之出色噶，个心理状态啊，
咁呢个演员，即系如果佢下集咧，我系好期待。因为其实佢都系低开高收，有啲人系唔中意佢，即系之前拍嗰啲嘢啦，或者佢自己嘅私人事咧，有啲人唔中意佢。我唔系话对佢好认识，亦都唔系话好中意。即系你最认识就系 Twilight 嗰几集啦，我哋都系啦。Twilight 我其实都冇睇晒。我知道佢 popular 好出名，咁但系佢系一个都几反叛嘅人嚟。但系咧，佢拍戏咧又系好认真，好似头先你讲阿 Joker 嗰个 Heath Ledger 一样，所以佢系入到戏咯。所以点解你睇嗰阵系咁觉得咁吸引？即系成套嘢，系即系你我三个钟头喎，冇人去厕所喎，我冇去厕所啊，我冇去厕所。琴晚嗰场有人去厕所，真系顶唔顺去厕所，真系去厕所。咁但系。是非常吸引、非常迷人的一套电影，是很黑的，是很dark的，是有 fear 在里头，就是令你，就是那些影像啊、声效啊、音响啊， 是有的，就是他做到有恐怖片，就是 他是做到 Batman 那种元神，就是那种精髓啊。这套戏的配乐和这个歌呢，我觉得啊，可以去到这个奥斯卡提名的 level。呢一套戏，哇，四个音啫，我觉得可以、啊，佢四个音啫、四个音都入到，劲喎、啊，吓咁亦都有做一个神秘感咯，吓系啦系啊，佢初初出道嗰种嘅复仇心态咯，咁佢 Red 嗰个系完全做得到嘅，同埋佢有嗰种Batman 一路以嚟有嗰种。黑啦，即系 dark shadow 嘅感觉，阴暗面，一个人性嘅阴暗面，系啊系啊，咁我觉得系非常好睇。如果佢出 Blu-ray， 我一定会买翻一只嚟到珍藏，吓、啊，同埋好期待佢第二集咯，第二集佢会点写？因为佢呢一集嗰个缺陷喺度，即系个缺陷。俾你睇到佢嘅缺陷，亦都係釋懷咗啦。因為佢阿爸嗰陣時釋懷咗啦，咁之後佢嚟緊發展佢個心理狀況、個心態會係點咧？其實我係想知道咯。咁、那個演員Robert 佢可唔可以轉變得到？我呢、這個就要睇啦。同埋導演仲會唔會係呢、這個Matt Reeves 啊？Matt Reeves 仲会唔会系佢咧？我唔知道，但系如果你即系咁多个俾 Christopher Nolan， 我会觉得呢个真系好出色咯。其实咧，我睇过一个 interview 啊 ，Christopher Nolan 系嗰阵时咧，佢 Christopher Nolan 自己讲啊，后来佢自己讲，佢唔中意拍 Batman， 佢话问题就系、是、佢话问题就系佢好多个古仔，举个例，天能。天能佢想拍咗好耐，你唔拍 Batman 冇咗嗰個票房喺度咧，即係喺嗰個票房 under his belt 咧，啊佢個 portfolio 咧，冇人俾錢佢拍天能，咁正常、啊，好正常啊！你有個後果喺度咯，係咪？喂，佢同阿邊個一樣喎？佢同阿 Robert Pattinson 一樣喎。Robert Pattinson 咧，佢其實係中意拍藝術電影。但是他拍藝術電影咧，獨立電影冇人睇，冇人睇，係啊，獨立電影嚇。咁佢冇人睇，咁佢就唯有要拍 Batman 嚇，咁就有人俾錢佢拍呢個藝術電影，嗰啲獨立電影嚇。咁同埋你知之前咧，咪有獨立電影攞獎啊嘛，可以攞獎嚇，係啊。同埋咧之前咧，咪佢又衰多口嘅。佢把口又唔收，佢自己都講佢自己知嘅。佢話咧，如果呢套片唔受歡，即係 Batman 拍 Batman 唔受歡迎咧，我就去拍呢個 porno 啦，拍 A 片啦啊。咁但係佢話咧，我拍嗰啲 porno 咧係嗰啲art house 嗰啲嘅藝術電影。即是 point 的一種，但是藝術漂亮很多的。
即系李安拍嗰啲嗰只，我谂系啩，色戒嗰啲咁嘅嘢。即系起码好多观众失望先啦，睇唔到佢拍 A 片先啦。因为佢真系实在拍得好好啊嘛。呢个系好有趣嘅。咁佢系一个好特别嘅人。其实呢个系咪逆向嘅电影宣传？我谂唔系，佢真系佢自己想，真系佢自己想。我觉得佢系一个率直嘅人，因为我睇咗报道讲咧，佢话佢。同啲記者講話，佢有開一個 Twitter 嘅，類似 Twitter 嗰啲帳户咧，同唔中意佢啲人鬧交，嘴炮，但係唔係用佢個名，唔係用真名，五毛啊，自己做五毛，係啦，即係佢自己親自回應，但係唔係用佢自己名，咁你話係咪宣？你話係咪一個宣傳咧？嚇，咁唔知。我真系唔知道，佢自己爆咗出嚟就系宣传咯，我觉得就系真系唔知道。咁呢个系一个好有趣嘅人咯，但系佢自己即系自己嗰个由 Twilight 即系嗰个备受注目，跟住同佢女朋友分手嗰下对，其实对佢打击，我相信都好大。Twilight 嗰时就系 unexpect 咁样红咗啦，跟住呢几个人。又 unexpect 咁樣沉咗喎，沉咗好多年喎，係咪啊？係，即係承接唔到啊！即係呢十幾年嚟係嘛啊？嚇個勢咁特咁佢啊，我相信佢係一個比較反叛嘅人嚟嘅。嗯，咁拍呢個 Batman 啱佢咯，啱佢啦，係咯，啱佢咯，即係你合得到咯嚇。咁繼續拍啦嚇，係啦，咁希望。希望有下一集啦，喂，仲有一个，我哋漏咗一个好重，其实应该系两个角色好重要冇讲过。Penguin 啊嘛，Penguin 系哦，超级大剧啊，系啊，超级大剧嘥晒啊，唔系可能下一集咧，你唔知嘅啫，有伏线，佢坐咗佢大佬个位咯，Falcon 个位咯，Falcon 啦，Falcon 咁佢坐咗佢位，佢有戏俾佢做，但系冇戏俾佢发挥，有对白佢讲但系啲对白就正有对白大把，但系你唔发觉佢把声同佢真人唔同咩？你听嗰把声似边个？配音啊？我唔知啊。佢把声，喂，大佬啊，佢已经 make up 到你认唔到佢系边个啦，系啊，但系连把声都唔同啦，但系把声似边个啊？唔知，似 Robert De Niro， 你觉得啊？似啊，哦，似啊，似 Robert De Niro 啊，我听见，咦，把声咁似 Robert De Niro， 喂，咁你真系要 look 一 look 喎，可能真系佢嚟喎，嗰啲 end credit 睇喎 ，IMDB 咁样。冇啊！我唔见唔到 Robert De Niro 啊，我净系见到阿 Colin Farrell 啊，我就见到佢啫嘛。但系佢成个 make up， 喂，真系易容喎，佢咁靓仔，你认唔到佢啊？认唔到佢，你搵佢做其实有啲嘥嘅，跟住然之后又叫佢做茄，即系有对白，有剧情但是浪费了，正如你所说有可能是铺排到第二集，但是没理由一个 villain， 你这样来到出来，然后跟着啊第二集啦，这样的，然后还有个大佬也都不是什么，个大佬刚才讲的 Falcon 那个呢，那个大佬呢，那个黑社会大佬呢，原来那个只是大佬。但又唔使點打，即係佢又冇同 Batman 打過，即係唔使打啦，浪費咗啦，係有少少。但個演員咧，嗰個咩 ，Totoro 咧 ，John Totoro 咧，你知佢演嘅係要浮誇噶嘛？係嚇，咁佢即係有點講啊？佢都係有演啦，都係我覺得唔知點解嘅，我覺得佢係一演戲咧就好鬼浮誇嘅咯，包括佢喺呢套，我都係覺得佢有啲浮誇咯。即係一演就知佢係邊個啦，
系啊，嗰种演技系啊，吓吓。咁呢、這个系几特别嘅吓。咁、啊、但系就即系嗰啲即系主线全部都系落咗喺 Villa 身上咯。然之后个 Villa 嘅主要条线就落咗喺呢班人身上。啊，跟住然之后仲有就系连啊 Selina。即系 Catwoman 啊，又落咗佢身上，即系所以好重要嘅，好重要 leader 呢、這个吓呢、啊這个角色其实系啊，同埋嗰个Falcon 啊，吓 Falcon， 因为全部都系同佢有关系嘅，嗯啊，咁啊，同埋有即系同埋有黑先仲冇玩啲咩咧？嗰日呢个系太多太多嘢睇啊，我睇两次其实我都睇唔晒。45日之后呢 HBO Max 有得做啊。嗱、啊、即係要讲一讲啦。华纳去年失策啦、啊、同步上映搞到所有戏都冧晒。45日就正常啲啦。学即係係佢学咗 Disney。而家你 Disney 都系㗎。系咪45日啦 ?45 日。45日嘛。係啊 ,45 日啦。啊咁就正路啦。45日之后就有一睇。但系呢45日究竟系佢落画计起，定系由佢上映第一日开始计咧？哇！我真系唔知道，真系有趣，因为呢套戏分分钟会自己上都上45日啦、啊。我相信系上画计起，我相信系上画计起。但系我相信呢套电影咧唔会，应该点讲啊？你有一个比例喺度咧，系有人中意，系有人唔中意。嗯。因为同你睇开嘅 Batman， 我头先讲咗咁多唔同啦，咁同埋有人系唔中意佢即系譬如暴力得滞啦，系咁狂殴条友啦，打到佢鼻爆晒歪埋啦。其实唔系 Rated R 喎 ，PG 都系天嘅呢套嘢。唔系啊嘛。系啊，我头先望一望 PG 都系天嘅咋吓，即系同 Avenger 班人，同 Avenger 同一个 grade 嘅咋吓。喂，咁打法喎、啊，系咁狂揼佢喎，狂揼佢，但系冇 close up 啦，冇 close up 啊嘛。睇唔到啊，净系睇到个手臂，意识形态睇到个手臂，系意识形态。跟然之后除咗个面具，成个鼻你见到系爆晒光，个鼻扁咗噶嘛，我相信系有啲人唔中意佢，我听到话有啲观众话。即係太暴力得滯 ，OK， 唔中意嚇。咁但係有啲人好似我咧，你睇見我分析到咁樣樣，即係係幾即係幾咁幾咁中意呢套電影啊嚇，幾咁中意呢套電影啊嚇。咁啊 ，yeah。嗱，節目完之前問多你最後一個問題啦。好啊，會唔會三刷？三刷啊？IMAX 版咯、啊、，IMAX 版啊，會再去睇多次。欸、我想你系、哦、你睇杜比，你唔系睇 IMAX 咯？我唔系睇 IMAX， 系我唔知佢有冇用 IMAX 机拍，唔知道真系唔知吓吓呢个呢、這个唔知啊 IMAX 机就4:3啦吓吓嗯咁啊，仲有好多嘢讲嘅，唉，不过都讲唔晒，唔系仲有佢啲 gadget 啊吓，有一个 outstanding 新嗰个 gadget 啊，我哋冇讲过。讲埋啊 ，contact lens 哦哦系 recording 嗰个仲系要黑白用咗某啲蝙蝠啊，好 close up 咁样影佢只眼啊，搣个 contact lens 出嚟，跟住搭出嚟，系啊，系啊，吓呢个系侦探道具，同埋佢可以 record。我以为你话呢个系抄赌神个液晶体显影眼镜，唔系讲笑啫。佢可以 record 喎，啊可以 record 系啊系，佢可以 record 喎。吓、嗯啊、你翻去再睇再查，佢未望到嗰一块 puzzle 吓、啊、一眼啫嘛，佢翻去咧印咗张嘢出嚟。嗯，即系你谂下嗰阵时嗰个年代喎。系啊，啊唔系佢喂佢用手机嘅喎。所以唔系以前嘅时代啊，嗯，系、哦，只不过即系个时空现代嚟嘅，吓现代嘅 year one year two， 但系咧，佢嗰、那个即系成个世界观咧，就系似六七十年代，四五十
年代嗰一種，即係嗰啲建築、嗰啲建築啊、嗰啲風格嗰啲咁咯。嗯嗯。啊、但是佢是现代嚟嘅，佢系喎，系喎，阿 Rita 都用手机嘅喎，同佢讲嘢嘅喎，视像嘅，视像嘅喎，有 laptop, 智能手机，系啊，系啊，仲有 laptop 嘅喎、啊，嗯，吓、啊，唔系，仲要系即系点讲啊？喺出边街用上到网嗰啲 laptop 嚟嘅喎，吓、啊，所以唔系全城 WiFi 喎，各咸城系 free WiFi 啊，系都唔出奇啊，系都唔出奇啊，吓。咁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就佢 gadget 嗰度我哋冇講啦，同埋件衫嘅設計啦，嗯，誒頭盔啦，係好多嘢，哇！呢套嘢太多嘢講，啊，太多嘢講啦，咁、嗯、啊，留翻啲俾觀眾自己去睇啦，或者嚇嚇，同埋我哋都冇講個故仔究竟講乜啊？冇啊，即系讲下呢忽，讲下嗰忽咁啦。系啦，讲下呢忽，讲下嗰忽。严格嚟讲系冇剧透嘅。系啊，冇剧透，冇剧透。我哋只系讲咗呢个片段嗰、那个片段。吓吓吓，佢究竟查乜咧？吓吓，冇讲过。冇讲过啊！大家都系有机会就入戏院睇吓，始终就要电影就要入戏院睇嘅。虽然你话系啊 HBO Max， 但系。完全不同感受，完全不同觀感、啊、香港的朋友、啊、就等戲院開翻啦、啊、等戲院開翻啦。同埋、啊、喂，而家仲有一個國家冇得睇，中國、俄羅斯。俄羅斯冇得睇哦，俄羅斯係俄羅斯冇得看。俄羅斯係迪士尼抵制佢啫，華納冇話抵制佢。我今日睇到新聞啦，迪士尼抵制佢，迪士尼啲戲唔會喺俄羅斯上。好似話呢套冇得睇喎、啊，冇得睇啊，冇 Batman 睇喎，睇到報道話。冇得睇喎、啊！哦，佢哋会用自己，佢哋、啊、会用自己方法噶啦，俄罗斯人都。而家 so far 比较出名冇制裁系 Microsoft 啫嘛。嗯，啊、你听见好多制裁，啊、但系 Apple 都制裁咗。啊，Apps 唔可以用，唔提供任何 service 啊嘛。啊，电话唔卖，电话唔再卖。吓，系啊，但系 Microsoft 冇 ，Windows 冇。嗯，冇制裁到，未啫吓，唔知啊，知啦，我点知？唔系啊，你好，你唔知佢会唔会玩埋呢样嘢喎？真系唔知喎、嗯。但系 Microsoft 系 so far 冇讲话制裁。O、okay, K 啊，好啦。But anyway， 好啦，呢一集讲吓讲咁多先啦，我哋都讲咗好多资讯噶啦。系啊，多谢阿咪，多谢阿咪今日吓、啊，再嚟到做嘉宾啊，真系。下次再睇咩再讲个。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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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有意思嘅电影我哋再倾。OK。好啊，好啊。嗯，好。嗯，好 ，thank you。多谢收听，拜拜，拜拜，拜拜。